手游酷玩。作为一名负责任的代课老师，我必须时刻关注班里的一举一动。仙桃老师的生日就要到了，你们觉得我们应该送给他什么礼物呢？这帮家伙还记得我的生日，真是太感动了。我觉得应该送巧克力。我觉得蛋糕和葡萄酒也不错。鲜花才是女人最爱的，好不好啊？我觉得都挺好，要不我们投票选择吧。这是个好主意，我们来投票吧。他们还真是有心呢。投票通过，决定送给老师鲜花和葡萄酒。希望鲜花和葡萄酒能让老师开心点。对，别像个巫婆那么凶就好了。什么？啊哦！打击，喜欢记得点击订阅哦。